小米集团 1810， 市值2797亿元，3月22日晚派成绩表。因业绩胜预期，翌日大升 9% 至 15.48 元，现价 11.20 元，较当日低近三成。今年以来亦大跌 41%。 另外，现时恒指较3月15日高出1711点，而现时小米股价则仍低于当日低位 11.38 元，跌得过度可博反弹。一、小米去年12月及今年1月、3月、4月共回购9907万股，共动资金 15.03 亿元，最高回购价 19.52 元，最低 12.26 元，均价 15.17 元。二、2021财年12月年结，小米营收3283亿元人民币，升 33.5%，纯利193.39亿元人民币 ，EPS 0.78元人民币，微跌 5%， 占比重最大的智能手机收入2089亿元人民币，增 37%， 分部毛利248.61亿元人民币，升 88%， 其次 IoT 与生活消费产品收入850亿元人民币，增 26%，分部毛利升 29%， 去年研发开支 131.67 亿元人民币，大增 39.11 亿元人民币，影响盈利估计与发展电动车有关。三、2022财年彭博综合券商预测，小米赚213亿元人民币， EPS 0.85 元人民币，增 10%。 2023财年赚254亿元人民币， EPS 1.0 元人民币，增 19%。 今年预测 P11 倍，明年 9.3 倍。小米上市以来2020年最高 P47 倍，当然离谱，平均 20.8 倍，明年折让50%。 四、小米2022财年预测 PB1.51 倍，明年 1.30 倍，公司上市以来平均 PB3.27 倍，明年折让60%。五、去年底小米手上净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共634亿元币，相等于现金的 27%， 财政充裕。小米去年4月至今高低价 35.4 元、 10.64 元，现价 11.2 元，反弹可期，目标 15.48 元，潜在升幅 38%。 大摩上周睇27元。高盛本月中睇 22.7 元。同长嘉影瑞星科技2018-2017 年历史高价185元。现价 16.84 元。高位卸掉 91%。公司市值由高峰蒸发2032亿元。现时为203亿元。大龙头信宇 2382 高位卸落 57%， 市值1211亿元，是瑞星的6倍。2021财年12月年结，瑞星盈利 13.17 亿元人民币， EPS 1.09 元人民币，跌 13%。 彭博综合券商预测今年赚 13.5 亿元人民币， EPS 1.12 元人民币，明年赚 17.71 亿元人民币， EPS 1.48 元人民币，今年 P12.6 倍，明年 9.5 倍，远低于6年平均的 22.3 倍。信宇今年预测 P18.5 倍，明年 15.1 倍，瑞星明年预测 PB 低至 0.69 倍，历来最低，更是吸引力所在，只及6年平均 4.2 倍的 16%， 亦只及信宇 4.0 倍的 17%， 亦是折让逾80%。瑞星净借贷股东资金总值仅 15%， 财政稳健。瑞星现价 16.84 元，处2012年低水平，以10年前的价钱低于 0.7 倍的 PB 上车，博得过
目标24元，潜在升幅43%。Morningstar 上周睇29元，中信证券上月尾睇36元。